大家好，我中年九龍豪宅 Philip 啊，今日帶大家嚟喇沙利道睇一個碧華花園嘅單位，唔阻大家參觀，大家入睇我度介紹啊。碧華花園位處九龍塘41名校網，今次為大家介紹呢個單位，實用面積1211尺，以三房一套房開徵。單位屬於高層，仲附設簡約靚裝修。客廳呢邊牆身就擺放咗一組音響矮櫃啦，入門口位置亦都做咗一排裝飾櫃。客飯廳呈曲尺形，間隔分明。飯廳可以擺張6-8人餐台，廚房基本爐具電器設備齊全，廚台分左右兩邊，廚櫃收納空間充足，工人房有自己獨立洗手間、洗機啦、焗爐啦、抽油煙機啦。雙星盤呢度又有部大型嘅六門雪櫃啦，呢個單位三間房觀景同向，呢個近廳房啦，第二間房面積相約，都係可以擺張單人床架、衣櫃同埋書台。浴室洁具干净企理，是名次，采用纪江淋浴设计。我入主人房睇下先，哇，面积相当宽敞，摆张 queen size 床架喺度，可以三边落床。床尾就做咗到顶入场衣柜啦，呢边就矮身储物柜啦，几靓啲装修。呢边入浴室门口见到做咗好多储物柜，浴室洁具同样干净企理，都系采用纪江淋浴设计。大家如果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可以随时俾电话我 Philip 张，有锁匙随时带你哋参观。多谢收看。